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越社运总编 Evan。看完刚刚影片，你会觉得内心热血澎湃呢？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试 Honda 的车子。那今天的试驾者呢，是我们的主编 Ken。为什么要找 Ken 来试驾？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位日本车的爱好者，尤其他是 Honda 的铁粉哦。他以前呢就有一台改得非常漂亮的鹅黄色三门喜美，我想让他来试最贴切的。Hi Ken， Hi Evan。刚刚看你开完 S2000 然后再换到 CRV 上，哇，那个画面啊，超级对位的。真的，其实对我们本田迷来说啊，这两部车真的是绝配。其实像平常我们开 S2000 跑山路、战斗、巡航都非常的嗨，可是现在年纪已经渐渐增长，我也需要有一部可以载着家人一起出游的 SUV 跟家庭用车，而 CRV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我刚刚看这台 S2000 它的外观似乎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台 CRV 呢也好像装了空力套件。那 Ken 你是 Honda 专家嘛，你可以告诉我它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没错， Evan 你是内行的。像这一部 S2000 呢，它其实就是装了 Mugen 空力套件的一部非常稀有的车子。那我们身旁这一部 CRV 呢，它也是一样是装来自日本的 Mugen 的空力套件，所以整个看起来从外观就可以看得出与众不同。所以这一台 CRV 它装了 Mugen 的全车的空力套件，那所以 Mugen 之于 Honda 就像是 AMG 之于 Mercedes 这样的关系。那讲到 Mugen， 是不是可以请 Ken 来介绍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还有它有哪些厉害的地方呢？是的，就像刚才 Evan 所说的， Mugen 就像 AMG 跟宾士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 Mugen 的创始者其实就是本田中一郎的大儿子，他从197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投入非常多的日本或国际的赛事，包含 F1， 包含 Super GT， 都有着 Mugen 的踪迹。也因此 ，Mugen 可以将这些赛事技术运用在试售车的改装上，那以此成为本田迷心中至高无上的改装御用品牌。这部 CRV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全车内外配置了相当丰富的 Mugen 套件。而且它是原厂进口的产品，那内容包含了水箱罩、前后下扰流、侧裙以及尾翼，而且打开车门里面还有 Mugen 字样的引擎启动钮。那这些配备的加持之下，让整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与众不同。我们今天开到了是这个最新的 Honda CRV 哦。那其实相信大家对 Honda 的印象呢，应该都保有就是它的动力非常的出色哦，在这个马力的输出上呢，也都有高人一等的水准。那其实以现在新世代的车型来说啊，它其实都像 CRV 就搭载着 Earthstream 的 1500cc 哦直喷涡轮引擎。那其实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说，它的低转速就可以有很棒的一个动力输出。像我们现在其实定速巡航在这个快速道路上，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步伐是非常的轻快，那整体的驾驭感也非常的舒适。那其实我觉得这对于 SUV 来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因为其实可能你车上载着的人都是你的家人啊，或者你的小孩。那一个很顺畅又有力的这个动力输出哦，应该才是最称职的一个设定。而且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其实它的变速箱呢虽然是 CVT， 可是它有换挡拨片，可以让你做模拟七速的手自排换挡哦。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前面有个车，我们现在想要超车的话哦，手动退档一下，它可以很立即的可以带来非常顺畅的这个加速感受。虽然排气量只有 1.5 升，可是像我们现在在比较陡峭的山路上，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拉高转速，就能够获得充沛的扭力。在动力方面呢，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经济性。相信其实大家如果说想要买 SUV 啊，
这个省不省油，它税金省不省哦，这两个环节应该也是大家相当在意的点。那其实 CR-V 它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搭载的是一个 1500cc 的引擎哦，那不仅可以省税金哦，那能源局公布呢，它的平均油耗也来到 14.6 每公升 14.6 公里。那所以其实整个节能啊跟这个经济性上面啊都有很棒的一个表现啊，相信其实对于接触熟悉这个旧世代Honda车款的人啊，都对于说他新世代这个 Earthstream 的引擎应该都非常的肯定啊，哦，因为包含说他整个小排量然后高输出的这个表现上都非常有一个很棒的水准。CR-V 的 Honda Sensing 功能相当齐备，它的 ACC 还包含低速自动跟车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主动维持安全车距直到车辆停下来为止，达到全速域的自动跟车。在走走停停的车阵之中，如果遇到塞车让车辆停下来超过5秒钟，这时候主动跟车系统会暂时自动解除。而当前方的车辆又开始移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轻轻按下方向盘上的回复键，或者是轻踩一下油门，车辆就会自动回复跟车模式，以安全的车距跟上前车。除了全速域 ACC 之外， CR-V 还配备了 LKAS 车道维持辅助、 LDW 车道偏移警示，以及盲点监视、驾驶注意力监视等等丰富功能。其中比较特别的是盲点监视系统，当驾驶打下右转方向灯的时候，萤幕上会出现车辆右侧约80度的即时影像，相较于后视镜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宽广，让行车安全大升级。车室空间一向都是Honda车款的拿手绝活，在 CR-V 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精彩的演出，尤其是它的后座乘坐空间更是相当的宽敞，一般成人坐在后座甚至还能翘起二郎腿，真的很厉害。除此之外，它平坦的车室地板不仅让腿部有非常棒的伸展空间，平时载小孩或者是载长辈也能够提供很棒的舒适性，对于家庭用车而言，这样的设计真的很棒。置物空间方面， CR-V 的后座椅背可以进行六四分离倾倒，而且不用走到后座就能够直接从后箱的开关直接释放，创造非常宽敞的承载空间。再加上后箱底板下方也设有置物空间，无论日常使用或者是全家出游，都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承载机能。CR-V 在动力、空间、安全以及各个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现在它有了全车Mugen套件的加持，看起来更帅，也更加动感。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是忠实的本田迷，这将会是一部最棒的选择。像 Ken 这样的 Honda 狂热分子都大力推荐 CR-V 了，何况现在订车就有机会抽中价值12万元的进口 Mugen 套件啊，这部分是完全免费赠送的哦。这样一来，你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热血好爸爸。所以，如果你喜欢 CR-V 的话呢，动作要快，祝你中奖。